要如何下载玛雅？试用30天，下载免费试用版。然后下一页，想透过什么身份使用神庭？学生啊，也有3年免费的。在群里建立账号，选择台湾，扮演角色就教育学角色就学生，创设角色方面就打上你的名字，创建账号。打好这个可以看照片，你知道吗？他会寄个 email 给你，然后重新更新。这里，要活跃了。2008年8月，Windows 14，英文版的。这学校密码，3年级，开始安装，接受，安装，再开始。下载需要有点时间。